二十一子成佛后，尊圣如来。二十二子成佛后，离世尊如来。二十三子成佛后，利益如来。二十四子成佛后，智光明如来。二十五子成佛后，狮子尊如来。二十六子成佛后，寂静智如来。二十七子成佛后，南陀如来。二十八子成佛后，尼居罗王如来。二十九子成佛后，金色目如来。三十子成佛后，德自在如来。三十一子成佛后，曰乐如来。三十二子成佛后，宝胜如来。三十三子成佛后，善目如来。三十四子成佛后，凡善乐如来。三十五子成佛后，凡仙如来。三十六子成佛后，梵音如来。三十七子成佛后，法月如来。三十八子成佛后，示现意如来。三十九子成佛后，称乐如来。四十子成佛后，增益如来。四十一子成佛后，端严如来。四十二子成佛后，善香如来。四十三子成佛后，眼胜如来。四十四子成佛后，善观如来。四十五子成佛后，摄取意如来。四十六子成佛后，善意愿如来。四十七子成佛后，胜慧如来。四十八子成佛后，金状如来。四十九子成佛后，善目如来。五十子成佛后，天明如来。五十一子成佛后，净饭如来。五十二子成佛后，善见如来。五十三子成佛后，毗琉璃状如来。五十四子成佛后，
皮篓国插出来。五十五子成佛号，梵音如来。五十六子成佛号，功德成就如来。五十七子成佛号，有功德尽如来。五十八子成佛号，宝光明如来。五十九子成佛号，摩尼珠如来。六十子成佛号，释迦文尼如来。六十一子成佛号，因尊王如来。六十二子成佛号，智和和如来。六十三子成佛号，圣尊如来。六十四子成佛号，成华如来。六十五子成佛号，上华如来。六十六子成佛号，无怒如来。六十七子成佛号，日藏如来。六十八子成佛号，尊乐如来。六十九子成佛号，日明如来。七十子成佛号，龙德如来。七十一子成佛号，金刚光明如来。七十二子成佛号，称王如来。七十三子成佛号，常光明如来。七十四子成佛号，相光明如来。七十五子成佛号，山尼书如来。七十六子成佛号，智成就如来。七十七子成佛号，因王如来。七十八子成佛号，娑罗王那罗延藏如来。七十九子成佛号，火藏如来。宝海梵志最小的儿子黎布朗说道：世尊，我的七十九位哥哥都已发愿成佛，也得到了您的授记，将在遍夫优波罗华劫愿爱世界人寿多时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世尊，我已发愿在那个劫时，那个世界成就佛位。
愿我长久佛为时的住世寿命，是那七十九位佛寿命的总和。那七十九位佛陀住世时度化众生的总和，就是我住世度化众生的数量。那七十九位佛是用声闻、缘觉、佛乘来教化众生，我也会用这三乘法来广做佛事。那七十九位佛弟子的总和，就是我未来成佛后教化弟子的数量。七十九佛已得人身而尚未度脱的众生，待我成就佛位后，就让他们安住在三乘之中。世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就的话，就请世尊为我受记吧。宝藏如来赞叹离布那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如今你为无量众生生大悲心，发出如此深重大愿，未来之事，我以恒河沙等阿僧礼劫后，进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礼劫后，你也将在那遍浮游婆罗华伽愿爱世界成就佛位，佛号无垢登出王土来。应公、正遍知、明勤足、善事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实德具足。那七十九位佛住世的寿命总共是半劫，而你未来成佛时的寿命也是半劫，其他方面都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。